哎呦，主持人差点把你忘了，你在主持人的心中我可能地位很低呀、啊。没关系，大伙认识我就行。啊，可能是个头不高的原因导致的。哦，海拔的问题。对了，我看你跟主持人聊得挺好的呀。我多着呢。我看你俩这丝丝入扣的聊的。没那么夸张，这词儿可不好用啊。是吗？对。哈、啊，算了，人家郎老师来说，那个是也是，万千少女的一个知心大姐。我这性别都换了，这老爱啊给人解答一个问题啊，跟人聊聊天什么的。哎，就是爱聊天。对，我们谁有个不懂的事儿啊、不懂的字儿啊，好都得问人家。哎，也没。在我们后台来说，人家啊这方面啊就是知识啊什么都比我们强，比他们就稍微高一点儿。这不是高一大点儿，大着呢。好，你再抽我一下，主持人更不认识了。不是，你看德云社这些人当中啊，其实有学问的少。我、哦、没什么知识。对了，他们都没上过大学。啊，真的是。这实话吧？实话实话。我师父小本。小钱、哎。什么叫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这小学还弄出本科来了。于谦老师。于老师。幼本。那就是幼儿园本科啊。对。岳云鹏。小岳呢？胎本。胎。不是，您给解释解释什么叫胎本呢？胎教异业。胎教异业，那都没拿本儿啊，那个行话就是好悬流产，好悬流产就是流产未遂啊，这行了，我不用解释，我明白了，就没学问。对了，这些人来说，啊、学问来说，老狼算是不错的。哎呦，您过奖了，哈，上过大学是吧？哎，上过。哎呦喂，上过哪个大学呀、啊？啊，北京工业大学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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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没事，不丢人，不丢人。哎呀，我没觉得丢人呢。干嘛说出来好像，哎呦，好羞涩，哇，真是的，羞死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哦，羞死了，我是又看见残部了，是怎么了？我是。我感觉你自己很羞涩的样子。我同着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不好意思说。没瞧不起你，怕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北京的小大学吗？不是，兄弟，您这意思，您已经瞧不起我了。我有那么明显吗？还要都不明显，不摇头晃脑的，你这个你有脖子吧，你就晃啊。我不晃脖子，我晃脑。你就是明显他一晃是全身晃。好家伙，我成搬不倒了。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。行，你别晃了，容易散黄啊。你才鸡蛋呢，你长得像个卤蛋成精。这鸡蛋成精是卤蛋，那卤蛋成精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跟我说。咸鸭蛋。他会的还真多，鸡蛋改咸鸭蛋。我们当年，我这个学问来讲，你组织一下你的语言，吓你一溜跟头，真的？那是的。那你说出来我听听。哎，听说过清华吗？听说过呀。我没上过，别鱼好不好？您没上过，让你们鱼完之后都后悔。不是北大，哦，北大。也没有去哦，我们都不后悔啊。我是成大的。成大是什么？成都大学。您成都大学？对，成都大学在国内可名列前茅啊。什么？当然了。嗨，你质疑你的母校？不是，这底下好多我同学呢，我校友今天都来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对，我们都是都大的。我这有解药，你要不要？干嘛解药啊？什么叫独大的呀？独大，成都大学，有的叫成大，有的叫都大。没有，独大，人就成都大学。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个六啊？是，我也在六队里边。后来出国，您还出国了？对，跟比尔盖子我们一块儿。比尔盖子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先把你那大褂这帕儿系上？出国就干这个去了，生活所迫，还比尔，哎呀，你们要看哪儿？流氓，你好意思说人家呀？干嘛呀？啊、我们卖身不卖艺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卖艺不卖身，这可加钱加多少啊？10块钱，你们舔着脸喊10块钱，1块，
五毛，成交。兄弟，必须成交了。怎么了？要再不落锤，你得倒贴人家。啊，没必要。干嘛呀？都是大老爷们儿喊什么？还有大老爷们儿跟喊托托。哎呦，怎么我有的你未必有？你说的是血糖吗？尿酸。讨厌讨厌，人身攻击我。他尿酸4万多。对，谁呀？就他。我尿酸4万多，我也上这洗起来，我这。对他一尿都尿出水晶来。真的 那叫结石，宝贝儿，水晶。你那个结的都晶莹剔透的，有的结婚的人都找你这，老老实。没听说过。老老实帮我尿一个。我跟你说，那玩意儿得走冷链啊。人家都带着白金，这个像那个就戒托来的。白金戒托。我先给他磨是吧？对，直接尿完，当就贴上了。那还是有他这尿糖的功效。对，因为他血糖也高点，直接谁血糖高啊？都能粘上哪儿的事儿？这有化学反应的分子反应，你知道这些吗？分子反应。对了，分子是什么反应？它是通过电子正负极，然后细胞分裂还是怎么着呢？反正这化学你没学过这些，这都讲过什么那个氢氦锂铍硼的碳氮氧氟氖，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你这。哦，后边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不用背了。对，你不懂这些，好了什么锂元素啊，什么镍元素啊，啊镍元素 你懂吗？当然懂了。那铁你知道氧化之后分为哪两种吗？三氧化二铁、四氧化三铁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有点超纲了。还超纲了？你抄题你也抄不着这个呀。干嘛呀？干嘛？当时我擅长，我又不是化学。那您擅长哦，烤串。跟烤串有什么关系啊？来自成都大学烤串张立民。无聊，这有什么好的？这谁当年还没个勤？我那时候勤工俭学，半工半读。哦。上大学的时候说给人烤点串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烤。你上大学的时候给人烤串？怎么了？哦。半工半读。好好好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成绩优秀着呢。您哪方面成绩优秀啊？哪方面都优秀。是撒盐还是搁胡椒面啊？那玩意儿跟大学挨着吗？那玩意儿跟大学挨着吗？那不是您的那个吗？还挨着？挨着吗？那玩意儿？您说的这挺挨着的哈。哎呦我的天啊！那时候我跟你说，我是我们那个在国外，我是中文系的特长生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体育特长、艺术类特长，怎么中文系还有特长生？在国外的大学。国外哪个大学呀？国外哪个大学？那个。哪个？就。聂哥，聂哥，我提示一下子，你提示一下。我大学的门口有个雕像，有雕像，雕像缺一胳膊，缺杨过呀。什么叫杨过呀？古墓大学啊，好家伙！你们家这大学的就是杨过摆门口啊？废话嘛，你缺一胳膊可不是杨过吗？那是烤串怎么烤那个？缺一大学，缺一胳膊那个？缺一大学还是缺一什么呀？叫哎。叫维塔斯，你拉倒吧！人家唱海豚音那维塔斯，谁说的呀？废话了，那缺一胳膊的那这维纳斯，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？打台球那是戴维斯，戴维斯不牛仔裤吗？牛仔裤不李维斯吗？李维斯不主持人吗？主持人李维嘉呀，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？李嘉诚啊。李嘉诚不是奶牛大王吗？那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到底谁呀、啊？他爱谁谁，他烤串的他谁？你不知道你说什么呀？废话了，谁知道你们学校门口一排雕像啊？盗墓的去了是怎么了？跟雕像有什么关系？哪个大学的？清华的、耶鲁的？我牛、哦、还知道耶鲁大学？哎呦，我在那儿烤过串。说半天还是本职工作。牛津。牛津可不好熟啊。大学，你烤点猪脚还是可以的。School， 什么？牛津 School。牛津应该是 University， 综合性大学是 University， 还有一种大学叫 College。您说的那 School 就是初中、高中、小学。一个字，绝。欺负人是吗？我们不欺负人。非得拿出一个毕业证你才知道人家学问吗？哎呦，烧烤也有毕业证啊。
有必要吗？非得说哦，我哪个大学的？你看看我的毕业证，才显得你有学问吗？我不承认，真的。你是你不承认，还是人家不承认你啊？彼此，我跟谁跟谁彼此啊？不承认你，顶多是撒盐撒咸了。咱师傅上过大学吗？他的学问有人承认吗？有。这倒是，对不对？他发的微博，知乎者也的，你他自己都看不懂。这可不行，胡说啊！后天努力呀、啊！哎，这是对不对？我学习也是后天努力，所以我今天没空。你哪个后天呀？就隔一天那后天呢？不是，后天不努力，肉就馊了。在我当时，我是确实大学，咱不提这个哪大学。你看又不提大学了，咱有学问就行了呗。什么叫知乎者也？哎呦，你轻着点。怎么了？动你胎气了？要不你就生出来。不是动胎气，你再拍我容易排气。对不对？我们讲的都是知乎者也，这烂熟于胸不就完了吗？烂熟于胸？怎么？你的心上哪儿去了？哦，好了，太表面了是吗？啊，对不对？这我尔等不晓得。呀哈，说我不知道不晓得。哎呦呵，尔等不明博。啊，就是说我不明白博上，哎，尔等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你。三两句，三句文言文。那哪句有文化人说尔等知道个那个的？对不对？知乎者也，上学的时候就学过呀。小时候基础你得打好了吧？您也有这基础？对不对？当年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鸡叹息。你没说？惟闻什么叹息？谁叹息？谁女叹息？对了，我知道，你是唯闻火叹息吧？这是唯闻女叹息，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都会这个。哦，接着来啊。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，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可以鼓掌了。怎么？我还给你们背诵全文呢？行，可以，可以，这算饶过他了，对不对？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对，卖炭翁你得熟。两鬓苍苍十指黑，要不然你烤串供不上他，到时候你还得心疼他。哎呦，您这十指黑，卖炭得钱何所营啊？跟烤串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说是东北口烤串，跟烤串没关系，老铁。哦，是，确实也得有煤的事儿。不是，我没有烤串儿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手法很娴熟嘛。多少年？还是个左撇子。靠的是文学能力。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和那个桃园看过吗？桃园，桃花源记是吗？对对对。桃源，我应该说三结义。放，就是狼。狼。对对，蒲松龄。不用叫我啊。出师表学过吗？哎呀，出师表都会。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花光预算，你都学过吗？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说那也不能就花光预算呐，难呐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那块弄出点碳来太难了，你上山西挖这不就完了吗？那是太远，山西那时候不这是别人的地盘，这别人的地盘。好啊，您呢？我跟你说，死记硬背这东西。对了，死记硬背叫什么能耐呀？啊，得自己灵活运用，活学活用，对不对？未曾清贫难成人，这都学过吗？不经打击老天真，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逢人且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压有反哺之意，扬之贵辱之恩，岂可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街头乞丐常有悲悯之意，府中帝王最忌妇人之仁。俯身瞧花间风追蝶影，抬眼望天下灿烂星辰。小有小宇宙，大有大乾坤，不求人人得道，但求得道人人。你不要的，你不要破坏我们的道具啊！啊，行，这两句也不知道跟哪儿抄的。什么叫抄的呀？啊，都学过呀。哦，学过。对，这都学过嘛。啊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我们都得学，灵活运用。还灵活运用。活学活用。活学活用。对了啊，小时候诗词歌赋，行，都在这里呢。这里没别的，全是下水。
人谁有知识人拍肚子呀，对不对？都是能耐。您有知识行，我不贬低您，但您不能上来就瞧不起我们。我说这你能会吗？你说这我怎么不会呀？我说一个，你 说西北玄天一片云啊，乌鸦落在凤凰群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早逢春，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肤白貌美台风稳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句下句没学过，我蒙住了。这句下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肤白貌美台风稳，下句是粉妆玉砌张鹤伦。就这个您还鼓掌呢？啊，伟就英俊潇洒张鹤伦，玉树临风张鹤伦，傲骨迎风张鹤伦，你是怎么巧妙地躲过这些评价的？都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您说自己不能这么说，您得说大腮帮子满脸褶中年油腻张鹤伦，对不对各位？我是那样吗？你们不亏心吗？我真是那样。你比那样，你还不如那样，你干嘛？因为我送他一把扇子。好几千人，你送谁扇子？这个事情就告诉你，做人要客观，要低调。我已经很客观了。你哪儿客观？你要客观，你再说一遍。说什么？就说你自己，评价自己。你给我上一边去。咧个大嘴在那喊死不要脸张鹤伦，你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那花了，你老看人家那干嘛呀？那大嘴咧的好，那性这后槽牙太性感了，你这玩意儿。你甭管那个，我让你评价自己，客观点。三高，虚胖，身子沉。哎，可不可以？这孩子算实在。那是你爹张鹤伦。就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了。没必要说我，什么叫没必要说你啊？对不对？你先说的我，先说我对不上的。你本来你就对不上，我对不上，我说一个你不一定能对得上。你来给我听听，我来一个。来什么呀？对联吗？对呀。哎呦，对联，咱小时候就学过那个。你学过这个？当然了，讲的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雷花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山花赤日。对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仄仄平。确实看出来了，今天来的都是都大的哈。我们以前干过传销，对，没听说过。这不是什么好话啊。我出题目，你给我接下联。来啊，就说你现在的目前的状态。什么状态？哎哎。面无言，兜无钱，人到中年，可怜可怜。这不人身攻击吗？啊，那我刺你一副下联。你还刺我？你官一躺，布一盖，十人一桌，上菜上菜。你有意思吗？啊，就是，我就说你顶多没钱，你给我把命都说没了，这不挺好吗？严丝合缝呢，那再给你个下联，读书少，年纪小，读书少，不想努力，阿姨挺好，这行吗？你不要把你内心的想法给我们展示出来，好不好？别着急，我这儿还有呢，听我这个啥？面对面吃面，这有什么难度？哎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啊，有什么难度？当然有难度了，面对面吃面，一共五个字，有三个字都是一个字。一三五，面对面吃面，就盖中盖不盖？怎么了？我这啊，这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不那个背对背搓背？我这差点意思，这个啊，脚对脚抠脚，那再串了脚气，那个手拉手解手，那这走解手去了，嘴对嘴亲嘴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人和人生人，可以了。你要哪个？
举一反八，我要哪个呀？你都拦不住了，是怎么着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别着急，还有这个，听我的。手，我还喜欢手拉手接手这个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手拉手接手去喽。上个厕所也这么高兴呢，啊，听我这个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这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What Chinese？ What speak？What speak？ 就是你说的什么？应该是 speak what， 或者说 What are you speaking？ Please translate in English。You know？ 嗯，咱们还是说中文吧。It means barbecue。No barbecue。No barbecue。没明白吧？这是个对子上联，而且是个拆字的游戏。怎么拆了？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怎么讲？弓。弯弓搭箭的那个弓，虽然的虽组在一起是个强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，石头的石和更加的更组在一起是个硬，弓虽强，但石更硬。哦，谁像你这样啊？他们，人家大伙儿那是对我文化的认可，这就认可了。对了，张嘴就跟你对出来，啊、不就拆字游戏吗？你闭嘴对一试试。人一大就土里埋。不是你先等会儿，你这能讲吗？这个我看一个人加一个一合起来念大，就土里埋；一个土加一个里念埋，人一大就土里埋。游戏嘛，再给你对一个，刺你一个下联啊！他老刺我，你听这个，女子好，但少女妙。哎，这个下联还是不错的。哎呦，这有什么？怎么样？黔驴技穷了吧？尔等就如惊弓之鸟，我在略施小计，你就会嗝屁朝凉。我看现在中医也解决不了问题了。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这是谁的步惊如此幽默？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。别着急啊，咱这儿还有呢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就您这舞蹈就跟一烤鸡架子似的。别着急，听我这个啊，我这儿还有一绝对。听着呢。好，听好了啊。一乡二里三夫子，不读四书五经六艺，竟敢叫七八九子，十分大胆。哎呦喂，十室九贫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厘四毫，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。我看过唐伯虎点秋香。哎，哎，真是不光咱们看过，大伙儿也看过。四君四国四社稷，赏花赏月赏秋香。对对对，确实都有这个啊，挺好的。但我这个啊，后边是没完。还有什么呀？我只不过是一个例子，我举个例子，你明白吧？哦，举个例子，我举个花生，嘿，嘿，这包袱挺好的，下回别用了啊。我想说的是这个，你听好了。哪个？一天夜里啊，郭老二从三更半夜喝到四五点钟，特别没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老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？What are you speak? I speak Chinese. 不是、啊、你刚才说的，我说的是一到十，也是一个对子上联。一天夜里，哎，郭老二，郭老二是谁？郭老二，郭汾阳啊。郭汾阳，对，郭汾阳喝酒喝到3-4点钟，啥事儿啊？搞对象了？他刚多大呀？他还是个孩子。老师，老师，这一段你也有点加戏了，好吗？不需要你这么揣摩。郭老二喝到3-4点钟，对，从三更半夜喝到4-5点钟，四五点钟特别没溜溜。老七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。哎呦，就这个、哎、对，该你了，张嘴给你对出来。你也是得从十到一对出来，这样你觉得好？那不一定，让你觉得这么妙是吗？对的，让你今天呱呱叫。我踩着谁了？我这是听着啊，说十是吧？对，十到一，十分肯定。嗯，十。狼和言有我的事儿啊，今晚9点八成妻离子散。六道轮回五个没他，四处流浪当小三儿，遇见两个大哥点你一宿。去你的吧。